你那边已经啊，你卖搞变这尼硬啦！你给我按规工啊，像我这行李呢啦！按规工啊，你当作我是咧做神师哦！我让你三更起啊，甲志兴来，然后老无，我让你好看。三更，三更无够啦！啊是我即马让你一顿啊粗饱，走你六更车款。好，三更有够，三更有够啦！是人阿走去未哦？ 若若无我抓着，哼！英伟，我早点一只蛋糕来给你吃。 虽然我只是吃蛋糕，啊，不过你嘛在我上班时间来找我，安尼我就为难呢。我嘛无想要为难你啊，我是真正有代志，我才来找你的啊。什么代志啊？尤惠，这摆只有你能够到三江，你是不是想叫我三十万？三十万！ 我才拄仔才上班呢，我有头连三万块都无，我想要去倒位洗三十万互你啊！尤惠，我是不得已才甲咱先生娘劝落来来向你开嘴，想要到你资料都搞有够多啦，你问我为什么需要这三十万，拢唔爱问。你若准讲，我真来讲借钱哦，你敢知影？我做偌大四年建设，才甲徛伫遮甲你讲，我需要钱，想要到。 你有工作无？现在的啊，三十万就多呢，根本听着都连买家一条啊，想做迄利息刷这侪钱啊！啊，我的好朋友哦，合股做生意啦，我正无资金，我若是无把钱退出来，那你我的股份等于何白人？那你我辛辛苦苦，会努力得白了工啊呢？因为我若是无事业。 你的爸爸妈妈是安看待我？那你的以后，现在就是我嘞，只要唔甘愿啦，只要唔甘愿啦。Timmy，你妈呢呐？我当然希望你会当成功啊。啊，不过我今嘛都无遐侪钱啊。尤惠，啊，你会使甲恁爸爸妈妈借啊？啊是，你甲恁大叔借？你放心啦，我若赚着钱哦，我会连本带利来还伊呢。啊，我来保证，为什么无放心呢？ 好啦，我想办法替你借看卖。啊，这笔钱哦，我真得给要用，你是不是咧买来就好啊？我限时哦。不是限时啦，啊是救命，啊是救咱未来命。好啦，我想看卖。好，那我先走。 我买爱心蛋糕，你都爱吃。嗯。怎么洗头个金？唉，我是要去倒位洗三十万来救伊啊！李白。 经理，这是这个月业绩报表。嗯，下下就好。无定呢，哎，我给你填无啊。多谢。别来啊。 你去看资料。不会看我今麦敢有参加你吃饭了。
无啦，我是好奇讲你咧看什么资料啊？无代志，你当出去啊，买菜在遮。我就是有代志，唔只会菜在遮，不过嘛唔是介重要啦。有啥话你就出去讲，卖等阮细讲，浪费我的时间。总经理，我要预支薪水。哦，要预支偌济？一个月还是两个月？十个月30万。蔡友慧，你敢袂收过离谱？一开税就要30万，你真正有把握？你有法度在公司内面冻十个月？万一你做无三个月，我借你的钱我找谁讨？我的表现真好啊，当然有把握通过公司的考验。而且适合夜市的改进案，你不是对我真满意？真正想无呢？你是嘴歹还是心歹？找到机会就要打击王刚的士气。哎，这摆是你甲我借钱呢？我打击你的士气。不准预支啊！啊，拜托啦，这笔钱对我真正足重要的。好啊，我来讲看的理由是啥？理由若通过，我就借你钱。就是。哥，心累。阮哥欠人钱，已经让人丢到无地走啊！哦，啊，恁哥电话几号？然后敲伊。咩啊你？是毋是甲天命有关系？当然无关系啊！你买就着煞，莫讲遐有诶无诶啦。根本真正有困难。哎，玉碧小姐，啊，真歹势咧，常常吼你招我出来，啊，你搁买包包，搁卡呢，十钱买衫给我，唔得啊，好意思啦。啊，啊，你这么听话，我开一点仔钱买礼物送你，这哪有算啥？啊，我只是希望恁指挥莫嫌我伤主动，调查能力较好。尤美小姐，啊是谁敢嫌你啦？伊若敢嫌你吼，我绝对袂饶恕伊的啦。是你这尔啊乖巧，啊这尔啊大心的查某囡仔，是要去倒找？那是阮志辉吼，顶世人是好凶呢。伊啊，不过志辉甲丽丽感情遐尼深，我甲志辉阁熟识遐尼慢，恐惊我甲丽丽是无法度比的，而且可能阁会去人讲我是横刀夺爱。哈，尤美小姐，谁若敢安尼胡白讲吼，我都甲伊嘴听起来啦。啊，等因两个吼，迄是乌白爱的啦，只要我这个钟妈妈唔答应吼，因袂有结果的啦。啊，而且吼，啊，丽丽不管是外表、啊才能、甲气质，还是家世，伊无一项会当甲你比的啊，伊是凭啥甲你抢？也不过，志辉甲丽丽感情遐尼好，志辉伊若是无愿意接受我，就算我的条件比丽丽较好，嘛无路用啊，敢不是？尤美小姐，这你做你放心啦。当阮志辉吼，伊做事也着足友好，足听我的话啊。啊，我讲的代志吼，伊拢唔敢讲唔呢。那伊的婚事有我做主啊，绝对是 OK 的啦。而且我嘛足希望你做我媳妇的啊。对啦，我听讲志辉昨甲你温良相拍，啊，志辉到安怎？哦，有哦，伊迄边吼真敢那面骨的啦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吼拢倒出来休困，无出去咧。那恁阿姆，我敢会当甲你回去？我纯粹关心指挥。当然嘛会用你啊！伊若看到你哦，伊迄双鞋都好一半以上啊嘞！啊，无咱即马紧来。哦，靠上遐地板拢铺好啊！哦，啊，木工的部分哦，我找时间去收尾啦。安尼后礼拜就通去交因啊。哦，是安尼啦。哦哦哦。来来来，坐来坐。哎，阮回来。高兴姐。小美啊，你哪会跟阮妈做伙转来？我甲阿姆做伙去踅街，啊，知影你昨甲你文娘相拍，顺手转来看你，看你是毋是去用拍到安怎？哦，哎，多谢你的关心嘛，无安怎？小美啊，啊，恁走去踅街买遮济物件，啊，敢免开真济钱啊？啊，这拢小美啊要送我的啊。是啊。啊，尤美啊，啊买遮济物件予你，啊你好好生共收啦。国庆节，这也无啥，上重要的是阿母真介意。啊，
我冇见几领衬衫要送你哦，你看。对啊，你甲看，人英姐刚讲我尔啊好嘞，哎，这箱子足适合你的呢。像我这做工的人，敢需要穿遐好？哥，听姐，这是我一点仔心意呢，啊，你若是歹收了，我要安怎呐？哦，好安尼哦，多谢啦。B B 啊，以后你莫阁破费买物件送阮爸妈。志辉，咱是好朋友啊，啊，恁爸妈拢喊你照顾我，你跟我阿尼可以去陪创啥？啥？阿后辈啊，就喊行这啦。哎呦，不客气啦，后辈。哎，B B 啊，你来这。吼，志辉。啊！这时间你搁咧服务处唔才对，啊！来买个厝咧。啊！我知啊，我知啊！哎呦，这两个少年怎啊，当日啊，当日行啦！哦，啊，过去买个厝约会对无？安尼对，安尼对，安尼较省钱啦。少年啊，较俭的，有俭才有地，知影无？吼！哎，我看这本事哦，免偌久，我每人钱就赚到手咯。嗯。这是一定的啦，到时吼，我一定包一包足大包的礼给你啦。志辉啊，咱身体都好，迄若别个媒人哦，咧食多的时阵，拢坐喺边多，我无共管咯。是到恁结婚的时阵哦，我咪坐主桌。宝贝，其实，阮两个还袂交往到迄个程度啦。啊，恁讲到安尼哦，害我都唔知要怎应呢。哦，但是安怎会歹势呢？啊，莫甲你滚生笑啦。哎，咪有啦，过去嘛。我今日来哦，是要甲你探听一件代志的啦。啊那。啊，志辉啊，你先带尤美啊去房间开讲，啊，我甲恁后背啊有代志要参详。啊，有。嗯，好啊，辉弟，我嘛想要看你的房间安怎布置，伫内面对吧？啊，尤美啊，刚是这边。歹势啊，查甫囡仔的房间较乱啊。你敢袂伤客气？我的房间比你的乱一百倍。好佳哉，你无看到阮小妹，也若无你，一定昏去。哦，记忆床垫呢，跟我同款，一定足好睏的吼。我是哦，想要探听招弟的代志啦。啊，恁哦就比我实在招弟较久啊，啊伊的过去，恁当然比我较了解啊，对无？啊！你是安那要探听招弟的过去啊？啊就是。哦，人后辈啊，安尼做当然嘛有伊的道理。你是问阿姐要创啥？啊，甲咱知影拢讲互伊听就对啊啦。啊，煞毋知影，当时是啊，阮两阿婆做生意无闲啦，啊，毋知请招弟啊来阮家做年母，啊，照顾姊妹甲姊妹啦。啊，就因为这点啦，当伊甲阮讨人情哦，讨到今日啊，讨到袂煞。你讲迄段我拢知影啦。我是想要了解啦，那丽丽因爸爸这个人哦，啊，你到底捌看过这个人无？我是会记哩，招弟阿伊搬来阮家的时阵，啊，丽丽吼拄仔出世尔啦，啊，自头到尾丽丽吼拢是招弟阿在照顾咧，啊，这么多年来也毋捌看招弟阿身躯边有查甫人啊。安尼哦，那根据恁的判断哦，招弟啊是捌结过婚无啊？这啊，这我都无清楚啊。想嘛知，一定是无结过婚啦。啊，无就较早啊，即阵敢有看伊到什么亲戚五十九岁？啊嘛无听讲伊去讲因翁迄边的人的代志啊。啊，我想吼，爸面哦，一定是拖啊倒，啊叫查某人放杀，啊未嫁到生囝啦。你准备啊？是讲，啊！你探听这是要创啥哈？啊！我全台湾上优秀的旅长呢，对无？我甲别个旅长绝对无共啦。哦，迄若是我的旅名哦，我绝对要了解伊的过去、即马、甲未来。安尼我才有才调甲关心啊！我甲关心，伊才有才调感受到温暖嘛。伊感受到温暖，阿伯票唔得转给我。我迄个旅长在做孤等，对无？
恁两个真速配哈。虽然阮妈真讨厌丽丽，也毋过我对丽丽的感情有一份真深的责任，所以我会尽我上大的力量来去保护伊，袂好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你每日甲我强调你对丽丽的感情偌深，我真清楚。我有讲过，我袂强求你甲我做伙，我只是想要知影，假使讲你若先认识我，你会介意伊？那是介意我，免想啊！虽然你一句话拢无讲，也毋过我知影你心内咧想啥。玉碧啊，彼暗你对我坦白，虽然我甲你拒绝啦，也毋过我看你哭啊遮伤心，我相信任何查甫囡仔。看了拢会感觉真艰苦。我本来是真简单想讲，把话讲好清楚，安尼对大家拢好。啊，想袂到，啊是伤害着你啊。我嘛真烦恼，咱若继续温和咱的关系，你的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会愈来愈深。期待若愈深，因就会愈希望咱会当赶紧有结果。我惊事到因知影事实了后，我无法度面对因。假使我若甲你讲，这就是我的目的嘞。我想要将误会变作事实，到时阵你想要啥嘛，啥袂有啊。免惊啦，我甲你讲真笑的啦。但我拜托你啦，先暂时替我温暖好不好？等我找到我的 Mr. Right 的时阵，我绝对帮你找。李白，哎，蔡友辉，创啥？你甲总经理讲话，敢有需要安尼啊？总经理，请问你有啥物指示？那好，提起啦。我唔管哦，你借这30万是要创啥？我拢先借你啊！啊，若无哦，你规工伫办公室内面咧，搁一个臭面，会影响到我办公的情绪。喂！喂！是的啦，想袂到你这好心嘞，搁大方讲讲起去。啊，好好，搁加讲就无成啊！哦，去上班啦，出去见。袂用你。这是我的感谢。我到今天才了解，你不是无血无肉的人，你是好人，你是我的温情人。好啊好啊好啊，但是无这么严重啦。好，你乖，紧出去办公，好，出去出去出去。多谢多谢。来，啊！我今日上班来无聊，会亲像火共款，去办公室冷气哦，吹到打去。所以我们家杂志绿灰来提醒你，你要多喝水，多休息，就亲像这绿灰共款，会愈来愈水啊！谢谢。
多谢你送我回。这应该啦。尤惠，啊，你钱退掉未？钱我下班自然就会给你啊。我搁想讲你是专工来送我回。哦，等你下班我都袂付啊。尤惠啊，其实我想要的目的哦，较单纯的。啊，我真正无多，唔才为难你啊。尤惠，是你啦，让你失望啊。袂啦。谢谢。慢点啦，这办公室你慢点，给办公室上传。总诶，这文件啊，就掉去，已经签名。阿姐，你带 Timmy 看麦，看伊写啥啥。Timmy 在对。你带出去都看到。不是啊，我介也无熟，你叫我找。好啊，叫你去就去，莫死死念，紧去啊！尤惠啊，我先去问我的代志，啊，等你下班，我先来接你。唔免啦，你做你去无用，我想你代志无要紧，无用煞。那你个底下说你的哦吼，你先入去啦。好吧。拜拜。尤惠啊，你莫这么幼稚啦！你就无趣味的呢。好啦好啦，你紧入去啦吼。哎，公公丢手莫安尼啦。尤惠啊，好啦好啦，你紧入去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莫这么歹啦！我钱已经退掉啦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不能欠人介绍的啦。哈哈哈，这十囡仔，我一开嘴，伊偷我钱啊，做我骗的啊。哈哈哈，你放心啦。哦，啊，这个优惠哦，真正是戆啊兼腿啊，欠骗我唔知啊。啊，这个唔正经哦，笨手。上公园去的总经理，请问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为什么找我？钱明明就跟天命有关的。是的啦，我不是超工要骗你的，若是无钱，天命赶快嘛会出代志啊！啊，你真正个钱摕给伊哦？我要借你钱之前，我搁问你，钱是不是要借给天命？你讲不是？我若是讲天命，你一定袂少的啦。蔡耀辉，哟，你即摆已经信用破产啦。你若老实甲我讲，无定着我阁会可能讲你是靠查甫人骗去的一个戆查某。啊，不过你却利用我对你的信任来骗我的钱，你来叫我是要怎同情你啦？你真正是可恶哩！我唔是要骗你啊，我预支是我的薪水。嘛袂去用着你的钱啊！好啊，十个月，十个月薪水呢？你敢无当做十个月啊？我敢袂甲你洗头路哟！是的，免，你免甲我洗嘞。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天命回头转来找你，甲你求婚，绝对是有目的的。即摆骨卡缩缩的吼，伊就是要骗你的钱啊！唔是啦，伊是要创业。创业这话，敢那你会相信呐？嘛唔通莫甲我看到这么无底。一定会成功的啦，虽然伊无亲像你有遐尼好的背景，啊，不过。无，你给我减去。蔡友惠，你别借我八五金，耳孔给我切到清去，听好清楚。天命给你摕去三十万，根本是去行娇笑的，啊，你知影？你真正足卑鄙的呢，讲这款话不对啦。我讲就因为我袂接受你的感情，所以你就加啊当家，都这尔敖扣分，嘛甲天命安尼讲甲咱唔一样。哦，蔡友惠，
我真正唔知影你头壳内底到底底啥呢？铁面欠缴械代志是我亲身听到的，你敢知影？伊摕到支票了后，我偷着水卡着去抓阿头，而且佫甲抓阿头讲，你是一个戆查囡仔，足好骗，哎，你有清楚无？我唔相信，唔相信，哦，总会烦恼你去用骗，所以交代我跟踪你，啊，你唔才知影讲铁面踮你背后到底变啥物吧？优惠，你真正去用骗去啊！啊，那是讲到天明，伊唔食饺哦，真正苦，实在是有够过分的啦！恁两个唔只有过分，像我前阁搞到群众，恁个根本就是无信任我嘛！哎，阿姨，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今麦什么情形啊？欠钱的人比借钱的人较大声啦！好啦好啦，免讲啦，我有看。哦，就你安尼，哎呐哎呐，啊你昨下鸡肉饭全好未啦？哦，哎别别别别，连连免上来，吼、哦，我即摆在你附近，我才顺路过你遐摕着，吼、哦。啊，三百个角鸡就是安尼着，好啦好啦。啊，即摆是几点啊？啊，我表咧，啊，要出门煞未记，早顿嘛好啊。即摆几点啊？段姐，快点讲！你哪会当偷情啊？这叫偷呀！我哪有跟你亲？啊，讨厌鬼！我是亲。鬼！哦，卖闹啊啦！今个冰淇淋吃吃要油腻啦！你妈哥你出来等你嘞，啊？哎，我先跟你讲哦，以后在公共场所，我不准你安尼做。好。还有什么地方？没。大家注意呢，嗯，拜拜。哪里？阿美云就亲嘴讲，几位无女朋友啊？啊，我唔才答应替阿白相亲，啊，即马几位个幼儿园两个人遐尼骂着，啊，奈我甲丽丽，哟，包金龙，你再死啊你！哎，妈，我回来啊！阿志辉，哦，有代志啦。哎，妈，有人叫鸡肉饭哦，干嘛要去送？唔免啦，这李长伯也订的，伊等下吼，我要来提。嗯。哎，我来开门。哦。李长伯啊 ，Welcome！ 你的鸡肉饭好啊。我白啊，歹势哦，你先来提咧。我紧啦，啊，丽丽，来，我有代志要问恁啦。哦，啊是啥物代志啦？啊，就是。啊，你是无大事情，无要紧啦，这先提转去吃，有钱才给我就好啊。哎呦，啊，唔是啦，钱我有早啦。啊，钱好啊。哎呦，啊，我你给我分个钱吼。阮头家娘哦。叫我加放一包迄卡骨棒给你。哎呦，谢谢哈。不客气啊。好哟好哟。你到底是安怎啦？丽丽啊，来坐啦。嗯。我问你吼，啊，我头拄咧楼骹看到你甲志辉啊咧公园遐无？甲志辉啊做伙，恁两个感情敢若袂歹吼？啊！你是交往偌久啊啦？我哪拢唔知。嗯，李长伯啊，啊，丽丽甲志辉斗阵足久啊呢，刚讲伫咧台湾迄谈恋爱，哪会甲你李长伯啊报告？啊！你外国人啦，你唔知阮台湾的代志啦。哎，我一阵两阵讲哦，志辉无女朋友呢。啊，志辉即摆甲馆长左边右边咧行，你知影无哈？是馆长叫你来问的事。啊？好伯啊，我甲志辉确实是男女朋友啊，而且我因交往真久安尼。啊，美云来甲我讲，你甲志辉毋是男女朋友，恁两个是啥物啊感情？啊，美云就是反对因两个交往，伊毋才安尼甲你讲。啊，你嘛唔对啊！
啊，美云叫我做媒人啊，安排志辉相亲，啊，志辉伊嘛去相亲啊。啊，伊若真正甲丽丽交往遐久啊，感情看尼好，是还要相亲？啊，即摆亲相上要创啊？啊，煞乱毋着骗阮。哎呦，而且对方哦是馆长的查某囝，这毋凊彩人，凊彩骗骗无代志呢。啊，无是安怎？啊，凊彩人的查某囝，就甲馆长的查某囝也无共款是？无啦，我毋是迄个意思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啊，对方是馆长的查某囝，啊，优美安尼，啊，若是优美啊去用骗婚哦，啊，智慧就出大代志啊啦。哎，智慧哦，啥物个含的咧？啊，明明就甲丽丽交往，是还佫要相亲，相头甲一空的哦。智慧去相亲的代志，我知影。伊讲，这是为着要让伊妈妈有交代啊。哈？啊，问题尤美唔知影，啊，万一尤美若真正去耍智慧，要安怎？啊，不过智慧甲蔡红梅讲过啊，讲伊女朋友啊。啊！你尤美啊，你拢唔知影？哎，为着迄个尤美啊，阮丽丽甲智慧差一点仔扯安尼。啊，若是丽丽甲智慧分手啊？我就看袂着我的阿兄兄，那安尼这个世间，搁加两对失恋的恋人。你失恋到啥地带啦？阿莫了乱来边啊啦！我的阿兄兄。啊哟，幽闭这个查某囡仔，我是自伊出世看伊到今嘛咧，迄个性偌强偌爱面子的咧，伊若真正爱袂着，阿毋知会做出啥物代志袂？哎，妈白目啊！有代志牵一条红线。啊，志辉嘛咧大明星啊，啊为着要顺伊母啊，伊还真正去相亲咯。啊，伊应该坦白甲我讲哦，这是事实的真相。啊，我来靠劝美云才对。啊，当美云啊，我都靠劝，我今早就靠劝啊，那就麻烦你啊。哎，这代志我一定要问个清楚，看到底哦是美云透过伊咧骗我，吼，啊是志辉啊哦，家己三心两意咧要摔跤打相准。气死你啊！哎，你怎么样？你的鸡巴饭未记得摕啊？屁巴也吃袂落啦！妈，今麦是要安怎？恁别烦恼啦，这代志哦，早晚要处理，你和恁弟妹去处理，你拢免管。代志哦，你处理好就好啊啦！你去给你的康信哦，绝对袂欠你啦。我再靠你啦。等我了，我完了讲。无啊无啊 ，OK 啦。啊，你先来气泡泡啦。嘿啊，一入门就安尼歹性情。恁这对阿仔某真正无意思哦。恁囝明明都女朋友啊，哈！你啥个一直咧甲我如如果安排相亲，你即摆害我面底皮囥个涂骹切，我你即摆啥意思啊？朋友干嘛你做诶？啊！是谁讲阮囝有女朋友啦？啊，他也未结婚啊，加交几个朋友，加淡薄仔选择，这嘛无啥。你搁要骗？丽丽甲志辉交往侪年啦！啊，是谁讲丽丽甲志辉是男女朋友啦？但伊迄是囝仔人吼，在办公会啊呀，我无承认啦。啥物叫做办公会啊？哈！你到即摆搁要拗落去阮？你听袂啊？有话好好讲啦，莫这样生气啦。这哪可能无生气啦？莫讲我是你丢啦，我是用心要交恁这个朋友嘞。啊，结果嘞，你煞骗我叫尤美出来相亲，即害伊变第三者。你安尼叫我咪啊叫阮听袂恁馆长交代哈？啊，这尤美啊吼，介意阮指挥啦，啊指挥嘛介斗阵了袂歹啦，啥物咧第三者，讲到啊歹听着。啊，迄感情的代志吼，都毋是排队买票讲先占先赢。啊，假使讲哦，智慧甲优美啊，因两个若是互相意啊，这嘛无啥物唔对啊。那安尼丽丽，我亲目睭看到智慧甲丽丽两个人安尼啊咧，当甘蜜甜相意爱哦。啊，智慧即摆若去撒着优美啊，都放撒丽丽，这条要上当。啊，你要甲我讲用丽丽啦，啊，无是我嘛家己先出身啊。怎是安怎？严格要趁红杯？阮囝是议员呢，将来做馆长呢。那是王仔讲伊某吼是卖鸡巴饭出身的，要笑死人哦！你若讲这种话，你咪想着啥讲啥。你都别，莫听后边讲啦。伊人不是安尼啦。啊，伊讲啥无听啦？丽丽幸福，你听清楚，我无可能无管。这条红线我牵了哦，哈！恁智慧啊，真正吼要上脚踏上船，要做无情路，要做单色米哦，叫伊去死死的啦！
莫拖我落水，我无想要甲共案啦。十五，我知啦。哎，好伯，哪有用来？哦，少年你转来啊？行啊你啊！哎，不你行啊！你先跑去，我再来拍我。好伯啊，你哪一见面就甲我拍？我替丽丽甲尤美来甲你架死的啦！啊，把这些架死要怎啦？我你什么啦？你也是要霸凌？下来！哎，哦，你是怎啦？你滚啦！少年呢？真缘投呢？哈？因为你缘投，你就用双脚打双船吗？我昨下看到你甲尤美啊有讲有笑，你去房间开讲吗？哈？啊！今仔日就看到你甲丽丽两个人在公园长甲蜜甜，你食鸡啊，变咧一嘴我一嘴，你怎啊想啦？想要同齐骗两个左伊人？我袂，我绝对无骗伊两个。我应甲尤美讲得真清楚，我甲伊敢若是普通朋友。讲你死人头啦！你给我听清楚，对即摆开始，我不准你阁接近尤美啊！啊，若无，我甲阮贴的恁馆长全部放你耍。我袂，创啥？你错，你错。用炸去！我你这种是干哪样子错？只有跟恁爹呀，真正是。拢是你，拢是你造成的啦！为了逼咱姊妹去相亲，万不利哦。若是把幼苗拖拖落，我是要安怎？但幼苗甲伊咱姊妹，迄毋才是好。咱嘛是咧靠袂见小姨就弟啊啦，硬要甲奶奶送到姊妹做伙啦。啊，若无吼，姊妹甲幼苗早就订婚啊啦。妈。我绝对袂甲错，又要安怎？无代无志，走来遮乱，一定是咧看招弟啊啦！真正我要气死！你啥毋讲话？你看最近啦，咱志威哦，去互迄个丽丽安尼哦，害甲去互三台建设人拍啦，啊，拄仔搁有天皇说两个出马啦，一定是伊带衰啦！啊！你是讲煞袂啦？丽丽甲咱姊妹是斗阵偌久啊？啊！你若无讲咱姊妹当选议员是丽丽指定的，啊！咱姊妹去出国去读册，谁甲斗相共？伊是安怎去的？哈？啊！哎呀啦！这个天皇啊，一直在揣无上，我靠！你白痴吧？我已经调查过两趟，也毋过拢无啥物进展，所以阮想讲要来遮问看，恁是毋是会当想看卖啊？有啥物线索？还是啥物人当证明？看规个宝物，哪拢无人食嘛？天是创啊！啊，你是靠啥？爸妈，你咧看电视哦？爸爸有听到哦，你靠啥啊？朋友啦，我先等下房间哦。这幽怨唔知变啥梦？安尼神神秘秘呢？有时搁甲个天面咧未拄好啊，也无爱紧切切咧安尼。我去，气死人啦！食到这个岁数，还搁用骗骗去，真正人心地来啦！迄我咧做媒人，替人扛红线，安尼扛规世人，扛到上尾起来，迄红线掉到我身，我真正袂错，啊，我对不起恁啦。大大，你是咧创啥？入来就安尼细细念啊，念咩着人听无？哎，坐落再讲，来。啊，好伯啊，唔免讲啊，无代志啊啦。阿辉都无代志。刚无咯，阿未讲，你又知影我要讲啥？哦，志辉甲你通报了。唔是啊。哦，啊，你心机个就是甲志辉有关系哦。你都唔知。好伯啊，甲你无关系，你莫管好无？红线我牵的，甲我无关系。好，就算我阿伯甲我无关系，我今仔日明仔个代志讲清楚啊。好白啊，尤美，好，你讲。啊，智慧甲美魂人口走人，真正规家伙拢诈骗集团啦！伊骗我，我安排我替智慧阿哩相亲，啊，结果呢，啊，怎哩害到尤美啊啦？啊，智慧是安怎样？好白，就是因为你自细个大汉叫我好白，所以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啦。尤美啊，尤美啊，好细心啊，好无？啊，啊人智慧着已经有这么好的女朋友伫个，哎，反正人真紧着要嫁娶呢。智慧也找朋友，而且佫讲要嫁娶。天皇啊，你唔通啊一支嘴胡乱三日乱讲呢？我问过智慧，伊敢讲伊无女朋友呢？
你嘛共我叫骗去啊！出事因啦！你敢甲我讲话，绝对无骗尤美的感情哦。听未？你听我讲，啊，就招待因祖囝丽丽无？丽丽亲嘴甲我讲，伊讲伊甲志辉哦，已经交往足侪年啊，两个人感情正稳定滴个哦。哦，啊，反正真紧就要结婚啦。啊，虽然志辉伊无亲嘴安尼甲我讲，啊，不过我亲目睭看到因两个人咧公园，迄汤干面滴哦，哦，咧食鸡饼咧，你一嘴我一嘴，我来讲，因两个感情的程度哦，已经差不多到你无嫁我无娶啊，难要幸福啦。尤美啊，志辉有骗你讲伊无找朋友无？啊！你母啊！你问你，你无警告啊？到底你有叫骗去无啦？迄无重要啦，重要是伊明明都甲丽丽咧来，我问伊，伊敢讲无？啊！伊即马是甲我李美当作啥？伊甲丽丽当作啥？爸妈好白啊！你听我讲好无？无唔对，志辉甲丽丽是男女朋友，我早就知影。伫相亲迄天，我伫餐厅门口。看志辉甲丽丽两个做伙足亲密的，志辉无骗我。哎呦，憨查某囝嘞！啊，你哪会要搁甲志辉交往啦？是我叫伊莫讲有女朋友的代志，所有一切拢是我设计，拢是我安排的。总共一句，甲志辉无关系。小弟，刘美啊，你哪这样尔有义啊？